我全权交给我的律师，他们会跟你们讲啊。律师会答复。事实还在面前，不可以逃避。 有做就有做，没有做就没有做，真的讲不了，讲真讲不了，讲做不了。今天的这个判决啊，这个法官他是讲，他第一句的时候他讲说 ，plaintiff berjaya membuktikan tuntutan dia， that means plaintiff successfully proved his case。如果是用华语来讲呢，就是说原告已经成功的证明啊，他是对的啊。 然后我有6个这个prayer， 就是说我有要求6样东西了，在那个律师函里面，是第1样和第6样是肯定给了。第1个 prayer 是 injunction， 禁止被告再次攻击原告，所以任何方式我可以讲说或者assault，没有讲明了，因为我们是很外地的，我们讲说assault，所以defendant不可以再用任何方式来攻击这个原告。 然后原告当然他赢了 case， 他也得到堂费。这堂费呢，对方的律师就说他暂时没有任何的指示说要同意多少钱，所以我就让我的当事人跟对方商量，啊或者两方的律师迟点会商量堂费是多少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不知道。如果我们的 prayer 2, 3, 4 就是赔偿和那个惩罚性的赔偿，和这个罚新的赔偿和 exemplary damages 和普通赔偿全部都，法庭说他基于他的证据是不足以令他能决定了能够赔偿多少钱，所以他没有批准，没有判啊，这个词典我要跟我当事人商量，看要不要就是说写进去问清楚一点，这个法官他到底是。 会不会把这个判决留给那个 registrar 了？通常有一个程序是可以给那个主簿官啊，那个 registrar 去计算这个他法庭不能计算的这个损失了。不过暂时来讲是他是说没有了，他不要做出任何决定。